今天大决战，看我怎么毁灭地球。Evan， 不是啊，闪一边去，蓝老大，蓝色闪一边去。他如果要指派一个老大，你觉得谁最有潜力？当老大，好，给你。老大就是最气场，老大就是不能替躺，老大会给你重赏，老大成为了你我的梦想，老大说别老大不小，整天做着老大梦想，当年老大就是靠打闹买了第一排大众，就这个样子放肆，看我这棒子的不像样子，对，好帅啊，我就说了一般六我们会是一对的，那如果是小虎呢？小虎吗？也不行，送给他了，送你。末日的最后一天，你想干嘛呢？当然是 dancing 啊！潘娜 ，dancing。威士大有是吗？最近有看到。你是说的，如果世界末日的最后一天，会想干嘛？就跟平常一样过啊，不然也不能怎么办？原来不是有个说12月22号是2012年的12月22号是末日吗？结果没有末日，还是其实我们早就已经都。我们被养在母鸡里面，然后还有任务，你现在要自己看到的都是这样。放左脚踩右脚，哎，蹲住 ，OK， 就是蹲的感觉，就是跳舞跳舞。好，我们是练舞的吗？之前有跳过，但我很多年没有跳舞了，真的，就所以现在变很硬。等一下还有个软度动作，我很害怕。你会像他那样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来来来 ，battle， 你等一下小心不要飞了。我就不想要秀。因为笑了呢，彤彤就不用演了。对他想给我个面子啦，因为我在这部戏一直哭，然后他就什么想说，好吧，就给他一个面子。就，哎，怎么讲？谢谢你，好不容易看。对。这世界很酷。